山兔竞速十层，双输出一推一拉一波秒。欢迎 SP 灰夜姬入队。SP 灰夜姬开局加爆伤以后，我方的输出非常暴力了。我能行，山兔十回合一轮秒走起。这个阵容需要卡王先生后面输出的速度啊，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双拉队伍。阿修罗的速度127，鹿鸣大月丸的速度126，这样就可以一推一拉之后上来呀。如果面板没有这么多的话呢，哈哈哈，好像就上不来了。好，两个，哎，你怎么杀我灰夜姬？重来。别对着灰夜姬动手啊，有话好好说。二回合只要挖老板别杀灰夜姬，别的都好啊。我这个灰夜姬是五行的，山兔也是五行的，就顶不住挖老板的伤害，需要挖老板看我脸色行事，你知道吗？挖老板看我脸色行事， Are you OK? 你就杀我兔兔。好耶，忽略掉翻车的时间还是挺快的呀，1分15秒打完了，十层全部都是这个阵容挂过来的。一速的山兔要快过250啊，山兔竞速要求250以上嘛。二速的王先生随便带了个火灵，这个是追月神的火灵。阿修罗带的是一个破世荒骷髅啊，破世荒骷髅127。收尾的这个鹿鸣大月丸带的是一个反对爆上的心眼呢、啊、老实人心眼，郑师傅也可以这么搞了。好喽，